人对这想法不明白，你很惊讶。对于法国人，中国和中文都很复杂。我这个小朋友，妈妈慢慢装的，不断练习些汉字，并拼命学习语法。虽然好玩，但是确实不容易啊，没有机会和你当着中国人讲话。老师不跟你说，长大了可以去看 China。今天的时间只能从书本电影和音乐中猜想，闭上眼睛去想象中国的模样。我是要去中国的法国人，要去中国的法国人，中国的法国人，要去中国的法国人。十七岁那年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，我惊艳天南梦湖东长征，北大后海我父亲一程，感恩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。